而眼尖的球迷或许发现场边有这12只 Q 版的璞园人形娃娃啦。那不少球迷呢抢着跟他们拍照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请球迷呢来猜猜看，从背面能不能分辨出是哪位球员哦 ？He's not making a move or anything like that, so I really can't see who that could be. Who is it? See who? Now. Who is that? It is Davis. 这个你们觉得会是谁？ 陈建恩吗？谢谢。谁啊？<笑>这个最简单了。简浩。简浩。绑起来，绑起来。嗯，对。卫冕军这么有创意的加油方式，也获得球迷们许多赞赏。另一边，台啤则出动亲友加油团，尤其马工状元吕其敏，家人还特地从澎湖坐飞机来台看球，每一场都不错过。 大家讲的足强的，我嘛唔知。吕其敏加油！吕其敏加油！希望亲人来支持他，支持你们。希望你可以不要，就是不要紧张，然后，发挥应该有的表现，这样。无论是 Q 版人偶，或是亲属加油团，都要给场上的球员最大鼓励，也让这场冠军系列战增添不少特色。我来体育新闻，萧新昌、黄昶豪，高雄采访报道。